OK 哈，我们就来玩幻想。哦，这边她就怀孕了，然后就生宝宝。然后你怀孕之后，你就可以换下一个，就是你把那个女生抓走。会卖震动吗？真正插下，震动乖乖掉去。解吗？它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手游啦，哈。那你要抓一个女生，就是我们两个小孩，你要抓一个女生去当那个他的妻子。那这边可以收一些金币，这样。那满了你就给他收。他其实这游戏也有种那种类似 S， 我觉得那种感觉哦、喔。那满了当然就是升级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佛心啊，全部都可以免费。我真的还蛮傻眼的，老实说。什么满了？很好玩哦、喔。哦，那边其实就交配师啊。这什么鬼？那你这边，因为我们厨房空间已经不够了，所以你们就可以，你就可以去升级一下。等一下，即刻哎。干什么？说的是呢。不早讲啊，我们以前就一起生一生就好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在那边。什么是王座室啊？这个啊，不要紧啊。给你升个家吧。等一下，所以现在要干什么？重点是你要干嘛？那小孩可以干嘛？哈哈，点下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小孩长大了。我们先讲重点啊。重点是什么？有人一定很好奇。好猛哦！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重点哎、欸。我们先讲宠物好了。来，妖精助手，妖精助手，妖精助手。OK，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儿。那这游戏到底平常要干什么？各位观众知道吗？嗯，地牢其实就你本身的，不是，这游戏哦，其实有点，你一定要去认识它，你才不会觉得它很复杂。我们需要三个成员不然打不赢。那么是战斗师吗？不是，那是军营啊，所以是要把他们拉下来才对。这么就三个人，然后这边是交配师啊。我觉得男生那个瘦男生，你可以去跟他那个。我们不是有一个瘦男生吗？所以说其实他其实很耐玩哦，可以有自己的这个家庭。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是男，他是女的。我抓一个男的过去。我们什么时候有那个？为什么这些男生都那么？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？Mini 啊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是女的好吧。他怎么自己有老公了？我今天不要躲啊！我把他抓过去，他们就自己要跑过去啊！我怎么有什么办法？这期就那么好玩哦。
这有点像是我之前在玩的那个传奇，传奇商店，船上，我是可以卡在这里啊。我在研究啊，到底怎么过。另外，当你啊，拜托哎，你弹一点，你弹一点，拜托，我已经卡很久了，一定要赢 ，yes。我发现我那只法师好帅。